题先出。交通部则题。张立东曾经因为穿越马路被罚款300元，请问骑机车未戴安全帽的罚款为多少 ？A 300 ，B 500 ，C 600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哎，干嘛？500，500，对，确定吗？对，500，雄青。骑机车未戴安全帽罚款是500元，恭喜答对了。耶！用解释了啦，依照道路怎么罚吗？不是，什么罚？第四交通法啊。对对，交通法。你们看这眼睛，每天早上来问事的神明哦。我眼睛真的很痛，我眼睛真的很痛。然后后面看我，后面看还讲，对。对啊，是交通法。是因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跟交通法差不多啊。好，机车驾驶人或负责人没有依规定戴安全帽的，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。OK。500块钱，你这解释是多余的吧？我先来，我知道啊。等一下，我打你五百元。妈妈，你讲话太不应该当啊！不是因为我眼睛真的很痛啊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等一下，答案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应该是抢答题，然后不是选择。哎，你秒答啊！真的是抢答题哦。他叫他鲨鱼去打。我会不会一答错？但是整个会开天眼，有，你看世界看得更清楚。好，准备了，抢答题，请问小明跟人家比赛跑步，好不容易跑赢第二名，请问他现在第几名？请，抢答，没有啊，讲抢答，这还有生机啊？啊，快点啊，请抢答。哎，同时，少伟哥这边先的，来，看他们都答不出来。快点奔跑赢第二名，第一名，我根本没有在听他提名，然后请问你负责的是？等一下，阿鹏说他是只有2次参加，他在讲什么？你也不知道，那你就不要答了啦，反正也没有答出来，我干嘛抢？哦，眼睛好痛。不是，好来，这一回合结束了，辛苦了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好，接下来这一回合呢，一题选择题，一题抢答题，一样是这个状况啊。好，来，第一题选择题，注意喽。综艺《三国志》是在台视播出，而台视也是台湾的第一家电视台。请问台视是在民国几年开播 ？A. 50 B. 51 C. 52，请抢先。还没有，没有，没事。丑音，不可以一直丑啦。不是，你就讲抢，就讲抢，抢的会死是不是？你在那边抢多抢就不好笑嘛。好，少伟哥这边，他不会对，51年，为什么那么久？51年你的眼神，因为台视是我的家，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开播的，真的，这个声音最新的嘛，他都不是我们的家，什么意思？三年了，三国志之前我就在台视。好，要公布答案喽！大家都靠你了。如果他们答对，可能就是那边要分了。好，等下准备哦。恭喜答对！哎，你这样子好看的，好帅，好帅，哎，你好看的，戴上去，这比较好看，什么丑？好，来，那我们要进入下一题了，请准备。纳豆最喜欢抓宝可梦，请问皮卡丘最喜欢的酱料是什么？请抢答。
哎，不能打 pass 哦，不能打 pass。张立东，酱料，对，酱料，什么酱料？什么酱？随便讲。你不叫我来，茄酱，确定吗？一定不是，茄酱啊，不是，这是机智问答吗？这是机智问答，啊，你已经作答了，已经作答了，来，大家投靠警察，警察，你，哎呦，我，没有啊，他们也要啊，你们也要，你们要，他们要抢啊，对啊，如果都做就没有啦，好了，两个都投靠警察，投靠警察，他们要回答，来，恭喜你们，答对了，为什么是番茄酱？不知道。为什么你会答对？豆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有人现在真的不知道？就我知道，真的没有。没有，因为真的皮卡丘最爱吃就是番茄酱，有一集他就抱着那番茄酱到处跑。这不是你不用你解释，我们现在要解释的是张立东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吃到？没有啊，番茄酱我就是吃番茄酱啊，番茄什么酱？这个番茄沙茶酱吧，芥末酱啊，我这是聪明啊。没有逻辑，好，恭喜过关啦！来，下一组请就位。谢谢。好，这一组豆哥跟你。OK OK。好，好，来准备好第一选择题。《海贼王》一直是台湾最受欢迎的动漫。重重重。请问，那个看不懂。里面的大美女娜美，她的上围 cup 是多少 ？A H B I C J， 请抢答。你又知道了，知道，又知道了。少哥这边先，威廉知道，威廉知道，他瞎猜，知道威廉哥。H， 哦，答案是你说第一个答案 H 是不是 ？H H， 来投靠头，哇，真是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答对 H H， 没有了。恭喜你，答错了。你们要答，你们要作答。各位观众是 I， 哦，他答的，来投靠警，投靠警，来来来。好，买买买，猜对了。各位观众，他们答案是 I， 恭喜答错。J 哦 ，J 啊 ，C D E F G， 为什么那么夸张？不是，有这么大？三个，等一下，三个答案，我们两组猜了两个是错的。因为我们心思纯正，我们看海贼王不会看这个东西。对啊，谁会抓三五？哎，69集的最后面跟读者互动里面提到说，娜美的 cup 是 J cup。每天在录影，谁会那边看漫画？我们会在乎他们是什么 cup？ 对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因为我们两边都喷过了，所以我们直接下一组。好，第三组，小哈哥跟丰田啊，所以你找到一个中文不好，一个脑袋不好，我们先看。哎呦，他今天怎么他捡到枪？因为我中文不好。等一下下来，直接躺着，直接喷。来，因为这一题呢也是冷知识题目哈，来第一个选择题来了。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奥运比赛，标志上面的奥运五环，从左至右，由上至下的颜色排列是 A。蓝黑绿黄红 ，B， 蓝黑红黄绿 ，C， 蓝黑黄绿红，请抢答。啊 ，sorry， 错了，你自己答。不是叫我要抢答吗？我是觉得 A 啦。哎呦，来投靠头，投靠头，来，你们的答案是 A， 恭喜答错，不答，哎，来，我们两个，比一个 C 而已，两个选一个啦，我们看你那么衰啦，不答，一二三 ，C。C 是不是？好，来投靠警，我们投一次，答案是 C， 答案是蓝黑黄绿红啊，恭喜答错。哎呀，你们在中间，答案是蓝黑红黄绿。哎，我们在右上角，三个哦，还不是，而且我们真的很愚蠢的，每次三个答案，然后我们两组猜两个都是错的，这太难了，你这个好难，太难了。再加码，再加码，再加码，再加码。这题谁跟十最靠近？答案是八跟九，因为八九不离十。那请问今年一到十最红的数字是哪两个？请抢答。很简单啊，这超简单的，真的。一到抢答就按吗？最红的，最红的数字，两个数字，最红的两个数字，二三四五六四八三二，最红的选两个，是的。最红两只，然后要往对，对，六跟九，六跟九，
六根筋。同一只天哪！来投靠头，投靠头，没有投靠头，说明他们答对。来投靠头，投靠头。来，六根筋，恭喜答错。